各位，现在就媒体没有任何提，但我只能说我完全梦到，我完全梦到柯郭韩三人已经见过面了。我完全梦到柯郭韩哦，你到现在目前应该这个是现在这个地球上全台湾包括各媒体里头，我大概是第一个梦到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臆测哈，我们是为什么讲这个话？我们好，你们不要，我要跟你讲，你不要觉得透露真实的讯息给你们。真的啦，你不要觉得我，不要觉得我在吹捧郭台铭啊。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的状况是哈，柯郭韩见面，国安单位什么、情报单位怎么可能不会掌握到100%嘛？第一时间绝对掌握嘛，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状态，姑且不论，也都不要去讲说啊，柯文哲的那个手机是不是被情报单位摸走了哈，这个我们不讲了，已经过去的翻页。但是他们三个见面这件事情，修嘛在国安单位、情报单位怎么可能没有掌握？好，一掌握之后，在那时间点，因为什么时候现在 timing 啊？我梦到的、啊，我梦到他们三个见面的时，如果有了哈，如果真的有的话。但什么时间点现在还不知道，还没有最后确定。但我相信大概今晚一点，明天应该就会确定了，就会有还有更多消息出来了。好，可是这个东西你看一传到赖阵营里面，不能躺着选的啦，要所以你看赖阵营坐起来了。你看赖清德已经现在隐忍那么久，他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这样见都很悠悠雅雅的这样子，就要用更高的国力元首来吗？然后赖清德为什么今天你知道就失控了？好，就结束拍完照要再见了。主持人那边讲说，希望大家支持赖清德哦，哎，支持哦。赖清德又自顾跑回去，然后继续讲。你这样讲说讲两句，请大家支持我也 OK。哔哩吧啦被攻我魂惊，结束了人家都散场了，还站在那个那边等着，他就跑回去讲。我什么时候登门拜访？失控！你有看过赖清德这样的人失控吗？你把时间地点讲出来，你好好想想。这个逻辑就是三个人见面之后，就再加上包括那个罗森伯格来嘛，AIT 的来又讲了。台独不支持台独，有很多东西赖清德那个压力，美国的压力没有挺他哦，他已经努力到这还压制台独哈、哦，然后再这样你要内外这样子强调就是内外交迫，但真正的那个失控的关键就是郭柯韩能塞给赢的啦，你赖清德把都我跟你讲，那如果这边郭柯韩，那这边没有韩呢、啊？韩跑到那边去会啦，没有韩一直在捅孤啦，还要韩也要捅孤侯嘛？那可不可以换人啊？这个金溥聪这个，金溥聪破局，再见，祝你有个愉快下午，See you next life。啊、这边捅孤也是你赵少康、金溥聪跟郝龙斌请出来的啊，哭到半国他去那边呢、啊，啊你哭到。半天，你们这在谈判桌，你也没有人家的角色 啊！你们这些人在玩什么、啊？所以我看最近真的很恐怖，最近每天都是过山车。高潮点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每天进入深水区的，巨力万金的，真的开始。我们前面那讲了几个月哦，那些都不算，真的，你不要以为整合不可能开始，整合就进入高潮迭起。我始终在观察柯文哲的很多的不为人知的进度。那我想伟真跟各位说，我有具体的看过非常完整的对话，或我有足够的小柯南的探索，是对于现在发生的一切，我再次强调，此刻正在发生的一切，柯文哲在7月底都想过了。柯文哲不是现在见招拆招，柯文哲都想过了。如果往这个方向，往这10个方向走，这10个方向要他的下一招是什么？跟下招，柯文哲都想完了。他早就谈过了。他谈过了。第一。然后第二个部分是，大家都说柯文哲没钱，柯文哲哦，民众党没钱啊，自己撑也要撑得过、哦，撑得下去哈。No， 林东，你们都以为你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其实有很，我现在不是江湖传闻，我都谁我都知道，然后那个谁有多少钱我都知道的，就是没问题呀。对，很多人愿意给柯文哲钱，这当中包括有蓝营的。包括海外有很厉害的人哦，就有钱哦，好，只是说柯文哲觉得现在没有必要要，还不到那个时候。然后如果说能够干干净净、清清淡淡的，能够还是打下去，你要知道他现在的这样子的民调的部分的状况跟支持率，跟中间选民年轻人当中都不是用钱打出来的。就从柯文哲的角度，我不要你们的法则，我不要你们用花钱去打选战的法则，核心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柯文哲要钱，他还是有钱。好，这要表达。第二个部分是，但这里就会影响到是，如果他跟郭柯要谈或和，哎，钱可不是关键，不是因为钱。不要用这个刁他了哈。不要刁他。好，再来的部分是，我现在不是在
挺科或在帮科，我只是有一些大家每次外面在讲微博，我就觉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不要乱传呐、啊！不要乱传。然后再来一部分，我刚刚讲，我刚刚第一个讲说柯文哲都想透透了，后面两部都有了。再来的话，柯文哲大家再觉得钱没有了。第三个部分是在现在外面在精算柯文哲的一种可能最大可能的算法，一旦细卡都，即使细卡都，有一种算法很有趣。好，我认为柯文哲有一点点，就是说柯文哲不是说啊蓝白配没有了，柯郭配柯郭和没有了，这样啊咱大家都一就社会来去试，柯文哲没有，柯文哲已经，我认为柯文哲已经想到细卡度的时候他走哥伦布他要怎么走。好，有一种有意思的算法算给大家听。首先我们当然弃保那些我们也不要去幻想弃保，我们这样来算。首先侯友宜在蓝营的真正的基本盘的现在全部加起来，全部加起来就是 20%， 要很爱很爱很爱国民党，很爱很爱很爱侯友宜才会到 25%。 好，所以在一旦如果真的细卡都要下去，有任何一点点的机会，如果柯文哲还是到第二名的情形之下，有一种算法是有可能侯友宜，我不是说自动弃保哦，我就也就是说在这过程里头侯友宜有可能只剩 10%， 就是后来一定发动弃保，对对对，就但会选民自动，现在很多人都说弃不干净弃不干净，嘿啦，本来都弃不干净，关键我当然好好省着嘞。但我说现在有一些柯文哲身边或他们在七八月就讨论过这个事情了，不是现在。就如果真的最极端，努力和到死，努力和到后空翻800次也都没有机会的时候，柯文哲还是有机会。就侯友宜大概10%到15%，郭台铭如果在他以现有的基层状况，因为他跟柯文哲是流来流去的，在我们所有看到这当中有机会，郭台铭也在当中有机会5%到7%，好，甚至只有5%左右。好，也就是说还我们现在讲不是讲多少，说有可能是侯友宜10%到15%，15%好了啦，然后郭台铭好吧，也就是说细卡度的时候柯文哲之外的部分20%，柯文哲还是一个人有机会跟赖清德拼了。